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情事。妈，我等啊。啊，你不是今仔过去开讲，尔哪会随转来啦？哦，我都拄想着讲，伫遐要换着纸啊啦，我先抱伊去哩啊，吼。安尼哦，好，真正臭臭啊！噗，哇，去哈，去换着纸啊哈。咦，哎呦，奇怪呢，啊，离婚去的时阵哦，心情阁介好啊。哪会回来安尼哦，面忧面急？啊，敢是隔壁迄什么强哦，讲话去家家哈？虽然爸爸今嘛无甲咱住做伙，怎过爸爸也是足想你的哦。妈妈知影，你一定甲妈妈同款，足思念爸爸的对无？弟弟也乖乖，也要妈妈信心，来相信爸爸，爱体谅爸爸。爸爸有讲啊。答应有闲哦，伊就会等来看咱了呢，哈。妹妹，吼，我甲爸抱的时阵啊，就乖乖乖，啊，拄则互你抱的时阵，就一直咧哭，啊，你要检讨啦，啊，拄则互大受亏，即摆哦，连妹妹拢无爱互你面子。林辉啊，我承认吼，我有较差头啦，含万讲话，袂晓人回滚笑，啊，不过我甲你讲吼，我这个故意辈吼，会永远守在因母仔身躯边啦，吼，做因永远的靠山。嘿，啊，你甲看。啊！伊讲插头吼，啊，慧君听到，啊，嘴笑嘛笑啦。哇哇，好幸福哦！阿娘，啊，恁家吼，那会遐闹热哈？哎呦，啊，着听囡仔连搭嘴过啊，嘛真趣味嘞。哎，大哥珍珠嘛，安怎？我来请问者吼，啊，拄只吼，阮离婚来恁家吼，啊，恁是甲伊讲啥啦？伊转去吼，迄目头角角嘞，我心情足歹嘞。喏。阮拄只开讲尔，啊，无讲着官司的代志，哪会去切割着离婚啊？啊，我知影啦，可能是拄只大家讲话较欢喜啦，啊，李素一个人着孤孤单单，而且无陪伫身躯边，啊，无怪心情郁卒。啊，对啦，应该就是你讲的安尼啦。啊，若说讲来讲去哦，拢爱怪建宏啊，啊，离婚就转来安尼。建宏哥安尼走，无看伊人。哎呦，卖搁伫遐讲迄落毋食囝啦，无效无路用啦，啊！啊，亲像亲家姑啊吼，甲离婚啊，因某仔囝娶转来咧，啊，我着搁甲亲家姑啊安尼当面敢挂保证，讲绝对袂去互离婚啊，受着安尼一点点仔委屈，啊，结果你看，啊，建宏就安尼甲离婚啊等伫厝啊，无要插啦，啊，我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甲亲家交代？你甲我讲。大海啊。我伫想哦，建宏会离开，迄是互你赶出去的呢。这个代志哦，嘛是爱你出面才有法度解决啦。你无想要爱我安怎？爱我这个做老爸吼，来请迄个八人扛的大轿去甲扛转来就对啦。哎呦，大海啊，人个哦，大姐意思是讲。
即摆建宏哦，一定是哦，惊讲哦，你搁咧生气，嗯，啊，伊就唔敢转来啊。啊，我不管啦，我不管啦，飞弟哦，我爱生我宝贝囝哦，就是互你家赶出去啊，你就爱我负责哦，甲我找倒转来啦。是家己安尼做代志，做甲安尼，嗯嗯，要安尼转来，才要看离婚啊？啊，还唔甲我回一个啊？是安怎样？哇！啊，伊无想要转来，感到我这做老爸去甲苦食。好，大黑，你是干哪啦？你？啊，爸的心情哦，我会当了解啦。妈，你好啦。恁两帮人哦，真久无做伙食饭啊，闹热热啦。啊，归去啦，咱伫厝下哦，家办一桌。啊，甲所有人哦，快快转来。啊，建宏买只顺借势哦，转来食饭啊。到时若知影讲吼，爸无咧怪伊，伊自然就转来啊，对。无唔对。安尼算讲哦，予建宏有楼梯落来啦。安尼建宏哦，伊自然就搬转来啊。哎，建明，你愈来愈巧安尼。大海啊，好啦好啦，拜托一下，予咱建宏转来啦。好啦。来来来，我了一人退一步啦吼。你若真心讲愿意转来，我就莫安尼歹面相。啊，即卖上重要就是予建宏啊，甲即个离婚啊，一家会当团圆咧，莫让我离婚啊，佫受到甚物委屈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有够真嘞，有够真嘞，就安尼决定啦哈。啊，你若今个吼时间超好吼，我再打电话哦，叫阮建宏转来哈。哎呦，真好啦！哎呀，姐姐，姐姐来啦，姨妈抱坐哈。哎呦，啊，就真济哈。哎，阿姐，我有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这报表行李啊，林叔对你的表现也真满意哦。哦，这个是好消息啦。真的有算什么好消息？你看，哎，安琪啊。哇，这个机票这多钱，你是要创啥？这是我替你哦，向金主争取的啊，予你扩大公司规模。这金主这么信任我？这嘛是因为你的表现，予伊真满意啊。你定好啊拍拼哦，金主嘛有讲过，假使讲你的表现如何，伊会搁投资。想袂到这金主还这么大方吼。阿姐，真足多谢你。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甲你闹开。啊对啊，啊替我甲你金主讲一声，讲我绝对会尽全力来替伊赚钱。没问题。啊对啊，要告凯莉的这件代志啊，处理了安怎？差不多啊啦，我已经准备要对伊提出告诉，一届就回不到原形。真好。佫有代志哦。今仔日接电话者。建宏啊，是我啦，妈啦。哦，妈，甚物代志啊？哎呦，我来讲哦，今仔日哦，恁爸要请食饭啊，啊吼，迄大房甲二房的人哦，总爱到呢，啊，所以哦，你一定要转来哦。哦，安尼哦，好，安尼我暗时会到，哈，晚上见，拜拜。结婚，叫你等伊食饭啊？哦，唔是啦，拄仔是阮妈开啦。啊，伊讲阮爸暗时要请大家食饭，啊叫我妈来搞咧。对啊，啊你拄仔唔是有啥物代志要甲我讲？无啥啦，今日你暗时有代志，煞煞去。本来钱，有话你就讲啊。其实，我了准讲。你会记哩，啊！我看你的表情，你应该是袂记哩啊。我袂记哩啥？今仔日是我的生日。哎呦，我是袂记哩，是哩。袂要紧啊，咱都已经分开遮尔久啊，你袂记哩嘛正常啊。我是那个宿舍。哎呦，阿姐，啊，我不离开生日啦。
你要陪我？啊，不过你找的人，不是叫你回去吃饭？啊，无啦，啊，甲找的人，逐天吃饭啊，我生日这是一年一届嘞，啊，我来用给你一个人咧孤孤单单过生日啦。多谢你。袂啦，啊，平常你甲我斗相共遐尼济，替你庆祝生日嘛应该啦。啊，无呢，你先回去啊，我餐厅订好后，我再打电话给你。我先走。妈，拄到一个客户，雄雄要甲勇今日暗时是要食饭啦。我想讲，我今日暗时可能无倒转咧。我甲伊下载下无？哈，你啊安尼啦，袂用的袂用的啦。哎，拜托一下，今一摊哦是恁大兄哦，哎，是真无简单的高情恁爸才办的呢。啊，主要是讲哦，吼要甲你哦，和迄丽芬啊两个人哦，安尼会当哦享受一下吼，迄天伦之乐呢。今即马恁爸啦，啊，佮有大块珍珠嘛，啊，佮有迄十八斤啊，迄个哦，两个哦，哎，拢总哦，拢去准备啊呢。啊，你即马无转来袂用的啦。啊，要出个什么客户啊？什么货啊？大头家，我搁大头阿的，我不管啦，你一定要回来啦。啊，若无吼，你无回来吼，哎，永远拢袂回来啊！我来讲啊。好啦，妈，我尽量赶回来吼。你甲丽芬阿个爸讲一下，讲我看我等。恁先食无要紧啦。安尼哦，我来讲哦，你一定要回来哦。啊，若无吼，我吼永远吼不爱理你这好心哦，我来讲啊，你听我清楚无哈？紧回来啦！哎，你富贵团圆哦，甲囥喺桌仔中，谢谢你哦。多谢你哦，小。哦。爸，啊，这道足青草的呢。哦，连手落菜拢炖出来啊，哈。无啦，煞唔知影讲安尼，真难得吼，两家当安尼做伙食饭啦。我伫咧想讲话，煮两行啊，见拢较爱食菜尔，安尼尔。哦。今仔日吼，都敢若过年同款。啊，大家做伙食团圆饭，啊，唔才有这项哦，富贵团圆。哎呀，大块珍珠嘛，我来啊你啊！哎呀，太亲切了。来，你今日哦，爱坐车。哈？是安怎？我今日来坐车。爸，今日传这道哦，是专工要请你甲建宏的。他不是讲甲咱厝内面的人做伙食饭安尼？啊，无啦，啊，就伊讲吼，啊，大家有在讲啦吼。啊，建宏安尼无要搬转来，可能是甲我伫结气啦。我伫咧想讲吼，是不是安尼？我出面啊，请大家食一顿饭，对不？算作安尼，大家伫咧团圆啦。啊，进前吼所发生的代志安尼，大家拢莫计较。是啊，丽芬，爸哦是看你的面子哦。今日哦，爸有甲阮讲，伊绝对哦袂发脾气啦。伊会好啊，甲建宏讲，啊叫建宏搬转来，伊袂阁帮你哥哥做啊吼，家己一个人啊啦。爸，多谢你。哎呀，讲啥物多谢你吼。啊，建宏是我甲赶出去，我出面甲叫转来，这嘛是应该对不对？啊，今仔日安尼啦，当作是过年，大家做伙食一个团圆饭，安尼就好啊嘛，对不？来，哎，对，来，嘿。小酒要甲看出来，啊！啊，好啊！哎，妈，我来。哎，奇怪，啊，时间要差不多啊，建宏哪会转来啊？阿姨啊，你是不是袂记得甲讲啊？有啊，啊，建宏咧讲讲有一个吼，足重要客户要讲代志啊，可能会较慢才转来啦。啊，无安尼啊，咱先食啦哈，啊，再等伊来啦哈，好无啦？啊，别啦。差来迄一点仔时间啦，来啦，就话，诶，建宏的杯一点。哦，哎呦，心情建宏的啦。爸，你今日真正足慎重的呢。哦。惨啊！这安琪迟到是点钟呢？我看爸妈已经等到要俩公啦，也是先打电话等伊讲一声。
哪里在洗这么电啊？哎呀，我来去柜台借电话好了。建宏，是啦，事务所的临时有代志要处理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我会较晚到，等真久啊吼。哦，没啦，我伫外间出门啊，这样。 这间餐厅气氛足好个呢。是啊，这间餐厅我是伫杂志顶面看到。啊，对，我佫另外佫有一个小小的 surprise 给你。什么 surprise？ 生日，不过我记咱是因为这首歌熟识。我记得迄时阵是迎新舞会吧？啊，迄时阵我叫我请你跳舞，啊，我讲我真该这首歌，啊，你嘛是啊。啊，咱两个都共同的话题啊。阿姐，这个代志我唔知道你可会记得无？我当然会记得。 阿姐，你现在怎啊？我是为欢喜。阿姐，生日快乐！大侠。 计是咧无影响啦，几点啊？到即马还袂转来。是啊，是毋知拢咱大拢等伊哦。可能是安尼啦，伊路咧堵车啦，嘿，啊，佮讲袂好啦。无安尼，我敲电话，我敲电话啦，哈。手机啊，坐坐嘿，我敲电话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。 请稍后再拨。啊，那讲的未开机。啊，可能是吼，诶，无电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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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到底是安怎啦？我看咱卖等啦啦，他应该拢要多要吼，咱先吃啦，先吃。哈，嘿啦，诶，无安尼啦，诶，啊，凡事吼，可能是吼，做重要的客户，你讲代志嘛吼，无咱卖等啦，先吃啦，先吃啦哈。 好啦，那请咱等啦。来，吃啦，吃啦，吃。你们要吃啊？好，我给你，来来来来来。谢谢阿姨。要吃要刷，建宏还袂等。 建宏伊有当时就是安尼啊，若是去予迄重要的客户该抓牢的
伊拢会歹势讲要走啦，无安尼啦，我代替建宏，甲大家回室内吼。嫂，安尼敢对？今仔日应该是二兄转来，甲你还佮有爸回室内，那难道是你甲大家敬酒啊回室内哈？嘿啊，丽芬啊，你莫讲啉啊，你拄则啉足济呢，唔通唔通？啊？是啊，丽芬，你倒来去建宏啉啦。 讲得见宏啊，真正有够过分的。啊，进前我转来吼，佫想讲伊是歹势，啊，怎啊爸都出面啊呢？啊，佮伊啊晒太。哎呀，你到底有甲建宏讲有详细？有啦，我哪会无甲讲啦？我叫伊哦，今仔一定爱转来啦。伊若无转来哦，伊就莫叫我妈，我甲讲啊啦。啊，无敢咪是佮你佮爸结气啊，所以才无愿意转来。 你莫讲咧，西拢好无啦？啊，我跟你讲啦，啊，着亲像哦，拄则丽芬咧讲的啦，吼，可能是互客户安尼家己调的啦，才互袂过转来啦，哈。啊，就算讲安尼，伊嘛爱敲一通电话转来啊。啊，伊手机啊，搁咧关机，啥物意思啊？我看伊迄黄叶叶吼，有当咧做啥歹代志？慧芬啊，敢讲两句啊？爸，慧芬安尼讲嘛无毋对啊。我这个小弟啊。 自细汉啊，大汉啊，册哦，读啊比我搁较悬啊，头壳哦，比我搁较巧啊，啊，不过人讲着处理代志哦，哼，真正大无人个气概就无。有啊，啊，你即摆是伫安怎？恁小弟仔代志无提出来，留你袂爽就对啊。爸，我毋是咧讲建宏啥啦，我替丽芬咧毋甘啦，啊，丽芬咧无辜啦，叫伊拖累着啦，结果咧，伊也是坚持转去后头厝，家己咧抱转来啊。 要无你只，就是希望下当一家团圆啊！迄建宏是安怎对待伊个啦？我相信啦，今仔哦，上五万建宏转来的人哦，毋那是阿姨尔啦，还佮有丽芬啦。结果咧，迄建宏也是有失望啊，甚至着爱佮丽芬哦，啊共迄酒杯啊捧起来，甲台下室咧，我诚实看袂落去啊！是讲啊，明明是查某人哦。 我看了就唔甘的，大嫂，我不要紧啊。啊，哦，我可能是头拄仔啉伤多，即马头壳戆戆。啊，弟弟嘛爱困啊，我先抱伊转去困吼。恁豆豆仔食。哎，你，啊，你看，讲到好离婚啊，拢坐袂住啦。 妈，是啥？看这是啥？啊，看这最老爸，我都无甲伊计较啊！啊，我讲了伊无信道，都无要紧嘞，连咱这等下看离婚，做咩大一顿饭，安尼都袂堪忍。哎呀，好啊啦，啊你身体也无够偌好，莫花遐大个性地啦。天啊天啊，你莫生气啦哦，吼，这哦，更何啊，真正啊，就。 这几年，我拢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咧过生日，想袂到今仔日，用个较早同款，甲你做伙过。多谢你，互我一个这么美好的记忆。无啦，你明仔才客气啊，即阵仔你安尼甲我斗相共，我是着应该好好甲你说多谢。不过即满我都无啥能力咧，我着敢用安尼好好陪你食一顿。安尼就有够啊。 你敢知影？我捌想过，无你卡，咱会用搁重新做伙。阿姊，迄是啉酒醉啊！我是酒醉心头疼。过去咱做伙迄段日子，所讲过的话，做过的代志，我拢会记哩。迄个时阵，我真正了准讲，咱会永远行落去。 过去的代志嘞，我知影，迄拢过去啊。
啊，不过遐个记忆，永远拢记在我心肝内。你敢知影？咱分手了后，你一转来台湾，我就后悔。啊，你还无较早甲我讲。因为我好强，我爱民主，我咧等你回头。袂等阿美国甲我讲，安琪，我无你袂用的。想袂到，竟然是我无你袂用的。啊，不过，当我想要甲美国的工课辞掉，袂等来台湾的时阵，已经袂好。安琪啊，啊，迄个时阵，迄代志嘛拢已经改变啦。迄时阵我等了离婚啊。哦，准备要甲丽芬结婚嘞。是啊，你敢知影？丽芬捌甲我讲，我是伊无缘的理想。无缘这两字，对我来讲偌沉重，你敢知？若是用重新开始，我绝对无可能做这种选择。阿姐啊。你啥物都莫阁讲啊啦，是嘞，无你看我今仔日哦酒真啊啉伤济啊，啥个无应该讲的心内话，拢讲出来。我先来等。阿姐。我的心情嘛是跟你同款，只是我无勇气同阿讲。你讲，你跟我同款的心情，你心肝内到底是安怎想的？你提出分手了，我心内真痛苦啊。不管怎讲啦，你还是我难忘的初恋啊。就算咱两个即摆已经分开啊，不过我还是会点点祝福你。是的啦。迄个时阵，我真正想过任性。爸，你无需要甲害死的。感情这种代志，不然就无讲送对送唔对啊。我相信天公伯会予咱搁当着，迄个表示要弥补咱的遗憾啊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讲，虽然讲即摆我已经结婚生囝，啊，可是袂影响咱的友情啊。啊，咱是用做一对互相扶持、啊互相鼓励的好朋友啊。是啊，就算讲袂用做翁仔某，至少嘛应该做好朋友。是啊，哎，就亲像家己安尼啊，你想要有人甲你做伴，啊，我坐伫你的身躯边啊。多谢你，虽然讲时间真短，啊，不过今仔日我真足欢喜。别客气啊，哎，时间无早，我送你回去。唔免啊。我家己行倒去就好啊，你赶快倒去休困。安琪，生日快乐！多谢。该找啥好啊？啊，归去我先回去大个所在，我才敲电话甲林解释。我同我讲，我想用户客户机会应酬，啊，啉酒醉啊，啊，人家送回去。希望丽芬会用谅解。丽芬，是嘞，我既然答安琪的情事，是为着公司，这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应酬。我希望你爱相信。我的心永远在你遐。
建宏，你是走去倒位？手机哪拢卡袂通啊？了啦，是的啦。啊，手机啊无电啊哦，啊，搁有客户呢灌酒啊，啊，醉到死死昏昏去啊，即马我才好送倒来这大个所在。对啊，爸妈拿只手机啊。爸妈那边哦，我会替你解释。啊，你即马赶紧去休困吼。嗯，好，晚安。我看好吧，哎，别看，对，我今日酒醉呢，我泡一杯哦，烧茶来，哎，快说你，哎，快当解酒呗，哈，哎，饮一嘴，哎。妈，多谢你啊，歹势我未晓饮酒，阁唔知影准则，替你烦恼啊。嗯，十八斤哪会讲安尼啦？哎，其实哦，你今仔日种心情哦，嘛哦会当体会到啦。哎呀，今仔食饭的气氛哦，遐尼歹着，迄毋是因为你，啊，拢是哦，我迄死囡仔宝啦，我迄个宝贝仔囝啦，拢伊害的啦。啊，明明答应讲要转来啦，啊，结果哦，人无转来就毋呐安尼哦，啊，连一通电话嘛无啦，啊，啊，手机也搁关机啦。毋是阿妈，建宏拄则敲电话转来。伊讲伊手机啊无电，啊，搁去互客户灌酒，啉酒醉啊，毋则赶袂赴转来。安尼哦，又敲电话来哦。是啊。啊，敲电话互你安尼就好啊啦。哎，其实哦，我嘛是想安尼啦。啊，一定是哦，迄个互迄客户来低调的哦，惊袂开脚啦吼。安尼，啊，你就袂生气啦吼。哎呦，你毋知哦，拄则咧食饭的时阵，我看你安尼灌酒灌到遐凶哦。我真正哦，心内足艰苦的呢，我惊讲你会生气哦，足不甘的呢。别啦妈，我无在生气，啊，拄则我只是一时心情无好，啊，不过我即马已经好真济啊。惠弟，我即马就交报出来啊，我随时拢会用甲建宏见面啊。安尼，好啦，啊你哦会当安尼想着好啦，哈。哎，阿姐妈。人较好吧，哈？有啊，真好啊。无你较早睏的啦，哈。莫白想哦。袂啦，你嘛紧去休睏哈。今仔应该得去食出去食饭哦。哦，你闭什么梦啊？哦，所有人等你一个回来。哎呀，我拄则已经打电话甲丽芬解释过啊，临时叫客户，叫伊应酬啊。我本来准讲拍一招呼就用走啊，结果啊，伊伫互灌酒啊，灌到我家己拢忘去啊。你知影我连安那回来之后都拢唔知影。我是变阿邓家吧。感情怎样呢？来来来，我品看卖吼。阿无臭酒味啊啦！阿讲话讲这么清楚，你甲当作我以前无在外口甲佚佗啉酒是？我是厉害量啦，我是啉几杯我都忘去啊。大兄，安尼啦，我等嘛真忝啊吼，无啥物代志。我较在等下再讲啦。好，你若心内够有爸，还够有丽芬这个太太，你即马随我等去，把代志交代清楚。哎呦，我才徛都徛未知，我才是要来等去啊。我来讲啊，拄仔我就敲电话啊。安尼啊，我等明仔载我精神较好，我再等解释一下，安尼好无？哦。啊，我听你咧放屁呢。根本就无啉酒醉啊！搁加工啊，甲客户啥物去应酬哦？你手机啊根本就无开，吼！
你是无想要接电话啦！我跟你讲啦，你若无想要伫迄个家吼，两早讲出来，莫敢来遐秘伫遮吼，做寡囝。我的手机啊，真正无电，我唔是讲超过伊袂接电话啊，要是袂先载你啦，不滴啊，你嘛袂够分啊，你用等。哦，你是在。我嘛无啥物骂你啦，我是替爸咧艰苦，替丽芬咧抱不平啦。你去想看卖，今仔个全家伙啊，大家欢欢喜喜在遐食饭，唔忙哦，你会当转来呢。啊，结果呢，当阿尾也是啊，伤心啦，失望啦。我问你啦，那我做吼，你是我，你是不是嘛同款心情？对啊。我嘛是无想要让大家失望啊！我即马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为着将来你设想啊！我唔对啦，丽芬这段时间确实真委屈，即我知影，我心内嘛真艰苦啊！但我已经甲解释过，迄是丽芬的体谅嘛。丽芬今仔来体谅吼，伊都袂饮酒啦，佮饮到强要酒醉啊！大爷，不如我来佮丽芬解释。我阿妈的代志啊，你就免管了。哎，我是好心来甲你苦劝的，你当作我来管你哪做哦？在你心内啦，搁有我这个大兄弟无？你讲啊！好，以后你的代志我都免管。死狗离婚啊，离开哦，你莫后悔就好。我看伊吼是做啥心虚啦，伊根本就无啉酒醉啦，佮伊伫讲吼，伊甲客户去啉烧酒，这其中吼一定有鬼啦。哦，煞煞去啊，莫佮讲啊啦。安那，听我俩讲的哦。哎呦，大海啊！我甲你讲，这唔正经吼，我已经气心啊啦，我气心啊啦，无要紧啊。伊若无要甲这当作是伊的厝，我也无爱认伊这个后生啦。不要甲对家人去。田无沟，水无流啦！伊若无要倒来看，不要紧啦，我唔免为着伊安尼在气神露面啦。爸，爸，我讲爸一个啦。哎，即马当家红火头，谁讲伊也听袂入耳啦？等你去甲小姐讲啦。真暗啊，大家拢真忝啊，好休困啊啦。大爷大嫂。无，我先来休困啊。晚安。晚安。哼，你健康也毋想看卖？当初我为着伊，无遮大危险是为着啥？就因为伊是我的亲小弟啊！啊，今仔日竟然对我这种态度，我实在是足失望的。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建宏是要利用你吼，才认你这大兄哦。啊，即摆啦，嫌你顶地啊啦，甲你摊咧边啊。你哦。你嘛看较开个啦，你看爸对建宏，伊嘛体贴细心啊呢。即摆哦，咱应该关心的是丽芬啦。啊，若建宏哦是好是歹哦，甲咱平家已经无关系啊啦。现在永远唔爱等来食饭。你们现在啊，大兄拄仔走来骂过尔，你即摆我敲电话来念。我唔是要念你，我是要听你讲老实。我等袂用去的理由，我拢已经甲大兄讲过啊咧。啊，现在你就是袂谅解啊。好，难得我问你，你今仔日到底是陪什么了不起的客户哈？这个客户，就算我甲你讲，你嘛无熟悉啊。你明明就知影今日这顿饭。对咱家的意义有偌大？你是安怎同款选择，让爸失望，让二嫂伤心？你就是要陪迄个客户？敢讲迄个客户是安琪？你们在乌白讲好无？二兄，你莫阁骗我。在咱家，我是上支持你的。你若是连我嘛骗，
我会对你真实无？你即摆忘你家己的良心，老实甲我讲，你阴暗是毋甲咱一组的？是啊，我拄仔是生日咧，我去过生日啦。你是安怎到即摆，搁毋知影，什么人才是你上重要的人？爸甲二嫂，我毋忘你会当倒来食这顿饭的。我是伫你的心内，爸甲二嫂的地位，应该是袂变。无啦，我当然无想要让爸阿姑离婚伤心啊。俺讲这俺饲家斗三间遐尼济，我嘛无想要让伊失望啊。我本来是讲我先个过生日，啊了后我就随挂断去啊嘛。啊，现在我就真正走袂开卡，啊我手机嘛拄好无电啊。二兄，你莫搁找借口好无？你若真正把俺饲当作普通朋友，那安尼你当时替伊过生日，敢有遮尼重要？二兄，二嫂才是你这个世间上亲的人，才是今嘛上需要你陪伴甲安慰的人啊。你讲这我拢知影。我讲，你甲大汉即马就是拢未了解我的心情，你才一直咧怪我。好，无你即马甲我讲，你心内话啊，到你会当说服我为止。我即马未用甲你讲，啊，我希望哦，你能像以前同款安尼信任我这个二兄。我用甲你保证，我相信我即马所做的一切绝对拢是对的，你以后就知影。二兄，你莫搁找借口啊！你若是阁继续安尼执迷不悟，那呢我嘛无爱插你。无唔对，俺是会当帮助你的事。不过伫这个世间，真正会当替你牺牲一切的人，唔免我讲，你心内知知。今妈爸无爱插二兄，大兄嘛无爱管二兄的代志，阮也拢唔管。上痛苦的人唔是二兄，是二嫂。